基督徒和所敬拜的上帝关系是非常有意思的，不亲像东方的民族受儒家影响，讲究伦理规范人伦的关系，讲父子有亲，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忠友有事，朋友有信，就算对待神明，犹原是敬而远之。总是在圣经的内面，咱看到信徒对待上帝的表达，常常是非常直接，佮带有情感的，就亲像对家己非常亲密的朋友，或者是厝内人一样。举例来讲，咱有时会对熟悉的人讲，有啥物人会像你安尼？这类表达通常是一种讲生笑的起头的方式，说接的话可能是负面或者是贬损的字眼，表示关系有够亲近才会当安尼讲。咱伫圣经的内面也会看到这款的表达的方式，总是让人着惊的是这款的话竟然是用伫对上帝的恶乐甲称颂，就亲像今仔日圣经节的内面诗篇四十篇第五节，上主我的上帝啊，你有为我成就真多奇事，啥人会当甲你相比？你为我安排的计划遐尼多，要讲嘛讲袂了。这予咱想到有一位古约的先知米迦，伊的名的意思就是有啥物人亲像你。伊也讲过类似的话，上主啊，无有其他的神会当甲你相比拼。你赦免劫后余生的百姓，你无久长生气，却用不变的疼对待我，亲像你古早的时阵应允过我的祖先，你要对亚伯拉罕甲雅各的后代显示信实不变的疼。所以，当圣经的作者对上帝讲起有啥人亲像你的时阵，同时也在提醒上帝伊不变的疼，以及对伊百姓的应允，这是伊伫甲先祖的约的中间，但也通过咱对耶稣基督的信，要临到伫咱每一个人。